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函数的定义与使用单元。首先介绍一下这个单元所要讲述的内容。在这里呢，我们将介绍函数的所有相关的概念，包括函数的理解和定义，函数的使用以及它的调用过程，函数的不同的参数传递方式，函数的返回值，以及函数中的局部变量与全局变量。最后呢，还要介绍一下兰博的函数。应该说，这个单元内容比较丰富，但是学习过它，你将理解函数的所有概念。下面我们介绍函数的参数传递。为了更好的理解函数的各个部分，我们先一个一个来看，介绍参数。其实函数呢，可以有参数，也可以没有参数。但是无论函数定义的时候给不给参数，都必须保留这个括号。在我们定义的时候是 def 函数名有一个括号，如果没有参数呢，就直接给一个空括号，然后给出函数体和返回值。比如我们定义一个函数 deft fact， 中间只有一行 print 语句，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它也是一个函数。此外呢，函数定义时，我们也可以为某些参数指定一些默认值，构成可选参数。所谓可选参数呢，就是在调用函数的时候，某些变量我们不提供，我们只提供一些其他变量。这种可以提供参数也可以不提供参数的这样的参数就叫可选参数。 Python 中要求在设定或定义函数的时候，所有的可选参数必须放在非可选参数之后。这个非可选参数也叫必选参数，也就是说你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必须要有这个参数，那必须要有的就要放在前面，你要先给它值，而可以有可以没有的让它放在后面。这是一种约定，或者这是一种强制约定。好，我们给出一个例子，比如说还是 n 的阶乘，我们现在除了计算 n 的阶乘，还要计算 n 的阶乘整除 m。 我们在定义这样的一个函数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出第二个参数 m， 但我们同时可以给出一个默认值 m 等于1。也就是说，如果你给出了第二个参数 m， 那么我们就用你给的实际值，如果你不给第二个参数 m， 我们就把 m 设为1去进行下面的运算。好，在这段函数中，我们看到最后在 return 的时候，我们用 s 整除了 m。 那我们如何调用呢？调用的时候可以使用第二个参数，也可以不使用。比如我们直接给出 fact 10，我们就没有给第二个参数，那么10替换了 n，m 默认为1，我们做了相关的运算。我们也可以给出第二个参数，比如说 fact 10逗号5，那就计算10的阶乘整除5，那么就会获得相关的结果。这叫可选参数传递。在这部分中，请同学们一定要记住，可选参数因为它是可选的，不是必选的，一定要放在整个函数定义的必选参数的后面。此外呢，在参数传递中还有一种叫可变参数传递，也就是说在定义函数时可以设计函数接收的参数是可变数量的，简单说就是不确定多少个，给出一个参数也行，给出十个参数也行，我的函数都可以去做这样的运算。那怎么去定义这样的函数呢？其实很简单，首先呢，你定义这个函数中那些确定要给的参数放在前面，然后呢，最后增加一个星 b 来表达不确定的参数。当然你可以用星 c 星 a 都可以，但是我们这里简单叫星 b， 这个 b 呢是一个你自己可以定义的变量名字。好，我们看一段例子，我们现在还计算 n 的阶乘，但是我们扩展了一下它的功能，我们计算 n 的阶乘乘数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计算 n 的阶乘以及你给的其他数与 n 的阶乘相乘的那个结果。好，我们定义这样一个函数，它的第一个变量是 n， 然后呢我们设定一个可变参数，也就是星 b， 也就是说你给多少个参数都可以。那在代码中呢，前一部分我们计算 n 的阶乘的值，最后我们增加一个循环 for item in b。 大家看到 for in 组合应该知道
这个时候的 b 呢是一个组合数据类型，它包含一个或多个数。我每一次将它其中的一个数取出来，并且与 s 进行相乘，最后把 s 值返回回来。实际使用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出 fact 10:3，指的是我算10的阶乘，并且与3相乘；也可以给出10:358，甚至你可以给出更多的值。那么更多的值会跟10的阶乘运算的结果逐一相乘，并且返回出结果。这就是可变参数，也就是你给出多少个参数都可以。这种函数的定义呢，在某些应用中还非常有用。如果同学们记得，我们曾经在数字运算的那一部分中讲过两个函数，这两个函数是 Python 提供的函数，叫 max 和 min， 分别是计算一组数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那么它的参数就是不确定的，你给出多少个参数，它都可以给出这些参数的最大值或者最小值。那么它实际的定义就是使用了星币的方式来进行参数定义的。参数的传递指的是在函数调用的时候，我们怎么将实际的值给定到参数上。我们之前或者默认使用的方式都是按照位置的方式给定参数，当然也可以按照名称的方式来给定参数。这里边我们还是以 fact n m 等于1这样的一个求 n 的阶乘整除 m 的函数为例。一种做法呢，是我们调用 fact 给出10:5，我们根据参数在函数定义时的位置分别指定两个参数。比如说我们给出参数值15，指的是第一个10对应的是函数定义中的第一个变量参数 n， 那么给定的第二个值5呢，对应为函数定义的第二个参数 m， 实际上它是位置对应来赋予参数值。此外，我们也可以通过在定义函数时使用的参数 nm 的名字来赋值。我们可以给出 fact m 等于 5，n 等于 10， 那么直接呢就是指定 m 这个形式参数它的实际值是5，而 n 这个形式参数实际值是10。这就是按照名称方式进行传递的函数使用方法。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函数的返回值。我们知道函数呢可以返回0或多个结果，其中使用保留字 return 来传递返回值。其实函数定义很有趣，它可以有返回值呢，也可以没有，可以使用 return， 也可以不使用。一段函数如果不想返回任何值，可以给出 return， 但是不加任何的返回信息，也可以不使用 return。所以 return 呢，并不是定义函数的确定需要的保留字。return 可以传递零个返回值，也可以传递任意多个返回值。下面我们看一些例子。还是说 n 的阶乘这样的一个函数，我们将最后 return 的地方改为它可以返回三个值，返回 n 的阶乘整除 m 的值，以及当前给定的 n 和当前给定的 m。如果你想返回多个值呢，就在 return 保留字后面分别给出你要返回的值，中间用逗号分隔。那么在实际调用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比如说 fact 10:5给定实际参数，那么它的返回值就是三个值，而这三个值呢使用一个小括号中间用逗号的形式来体现。这里边呢我们提前做个介绍，用小括号中间用逗号分隔的这种形式其实是一种组合数据类型，它叫元组类型。我们曾经学过列表类型，列表类型是指用方括号中间用逗号分隔的几个元素。那么元组类型跟列表类型很相似，这里边我们不做过多的展开，在后续的内容中呢我们就很快就会讲到元组类型。但是我们请同学记住，元组类型就是小括号中间用逗号分隔的几个元素。当然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获得返回值，我们还可以使用几个变量它们之间用逗号来分隔并且获得返回值。比如我们用 a 逗号 b 逗号 c 等于 fact 10:5，它指的是将函数运算的返回值
分别付给 A、B、C。由于你返回的是三个值，那么它分别付给 A、付给 B、付给 C。那么这也是用元组方式来返回多个值的一种体现。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的概念。比如有一段程序，中间有一个函数定义，其中使用的变量叫全局变量。而在函数定义的函数体中使用的变量叫局部变量。全局跟局部的区别仅在于局部是函数内部使用的变量，而函数外部整个程序使用的变量呢叫全局变量。比如这段代码，我们给定两个变量 N、S 分别赋值为10和100，然后我们定义了一段函数，函数中也有 N 作为参数，也有变量 S。 这里边的程序函数定义外部的 N 和 S 就是全局变量，而函数中间无论是参数还是内部使用的变量 N、S 都叫局部变量。这里边关于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有一些使用规则，请同学们记住。第一条规则，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它是不同的变量。局部变量是函数内部的占位符，它即使可能与全局变量重名，但是它们也不相同。一个函数在运算结束后，它内部的局部变量就会被计算机释放掉。所谓释放，就是说这个变量将不再存在，它只是用于函数内部运算的。我们也可以用 global 保留字在函数内部使用全局变量，我们来逐一看一下。还是刚才这段代码，我们看到整个程序的最开始我们给出了一个全局变量 N， 也给出了一个变量 S。 那么在函数中呢，我们也出现了变量 S。 我们说了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即使名字是相同的，它们也是不同变量，所以在 fact 函数中的 S 是局部变量，它与全局变量不同。我们在中间的函数中运算获得的局部变量的值只是局部变量的值，它不影响全局变量那个 S。 所以在这段代码的最后一句，我们 print fact n 逗号 s 指的是用当前的全局变量 n， 也就是第一行给定的10来调用函数，同时打印出当前的全局变量 s 的值。由于函数内部的 s 跟当前的全局变量 s 是两个变量，所以输出的结果 S 变量值仍然是100。当然我们调用10的阶乘，返回的值是10的阶乘的运算结果。可能有同学问了，那我能不能在程序中间使用外部的全局变量呢？当然可以，那就要使用一个保留字 global。 global 保留字用来在函数内部中声明这个变量它是全局变量而不是局部变量。比如在这段代码中，我们将原来的 S 变量的赋值改成由保留字 global S 组成的这么一段代码，它表示的是在这个函数中如果你使用 S， 这个 S 是这个函数外部的那个变量 S， 也就是全局变量 S， 而不再是局部变量 S。 所以最后我们 return S 的时候，这个 S 的运算结果应该是指全局变量的运算结果。所以最后一行代码 print fact n s， 这个时候我们输出的 s 就是全局变量的 s， 它已经被函数运算所修改，所以运行结果与之前使用局部变量的 s 是不同的。我们知道规则一告诉我们，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即使名字相同，它也是不同变量。但这里边还有一个规则二，规则二说的是局部变量如果它是组合数据类型，而且未在函数内部创建，它等同于全局变量，或者说它就是全局变量。这个怎么理解呢？好，我们看这么一段代码。我们都知道列表它是组合数据类型，简单说组合数据类型就是由多个数组成的这么一个类型。 LS 变量它是大写的 F 或小写的 F。 那么列表类型有一个特点，它必须使用方括号才能真实的创建这个列表。第一行代码我们真实创建了一个列表，它包含两个元素，大写的 F 和小写的 F。 然后呢我们定义了一个函数，
在这个函数中，我们使用了 ls 点 append a， 这样代码指的是说我在 ls 中呢增加一个元素。这个函数本身的定义指的就是在 ls 这个列表中增加一个元素。我们再往下看代码 ，function c 指的是说我调用这段函数，向 ls 列表中增加一个变量 c， 最后将 ls 列表打印出来。这段代码我们看运行之后的结果是大写的 F 小写的 F C， 也就是说即使在我们定义的这个函数中没有使用 global 声明说这个 ls 变量呢是全局变量，但是经过这个函数的调用，我们已经修改了全局变量 ls 的值，增加了一个字符串 C。 这就是我们的规则二，如果我们在一个函数定义中使用了一个组合数据类型，而这个组合数据类型比如这个列表 ls， 它是没有在函数内部被真实创建，它本身的名字又等同于一个全局变量，那么这段函数就是在处理这个全局变量。可能有同学觉得很奇怪，我们呢再看一段代码，还是刚才这段代码，但是我们在函数内部除了ls 点 append 这个代码，我们之前又增加了一个代码 ls 等于方括号。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函数定义中，我们在函数中间真实的创建了这个变量 ls， 然后我对 ls 中增加一个值，其他代码并不改变。程序运行之后我们发现 print ls 的值仍然只是第一行代码我们赋的 ls 的初值。这段代码告诉我们什么含义？如果一个组合数据类型在函数中它被真实创建了，那么它就是这个函数的局部变量了。所以如果是局部变量，那么在函数运行之后这个变量就会被释放，它就不存在了，它跟外部的全局变量 ls 是不同的变量。但如果这个组合类型呢在函数内部没有被真实的创建，它的名字又与全局变量名字相同，那它就是个全局变量。当然有同学问为什么 Python 设计的这么复杂，实际上呢作为初学编程语言的同学可能你会觉得这复杂，但是如果你学过其他编程语言比如学过 C 语言，这个东西就比较好理解。其实组合数据类型在 Python 中是由指针来体现的，所以函数中如果没有真实创建组合数据类型，它使用的变量呢是使用的指针，而指针指的是外部的全局变量，所以你去修改这个指针对应的内容就修改了全局变量。当然这是相对来讲比较复杂的一点理解，如果同学们没有学过 C 语言不知道指针是什么，那就按照我们讲的两条规则来去理解它。好，我们再回顾一下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的使用规则。首先对于基本数据类型比如像整数浮点数这样的类型，无论函数内部的变量是否与外部变量重名，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都是不同的，局部就是局部的变量，函数运行之后就会被消亡或者被释放。我们可以在函数内部通过 global 保留字声明使用全局变量，这样一个函数内部就可以处理外部的全局变量。对于组合数据类型像列表这样的一些类型，如果局部变量也就是在函数内部的变量使用中没有真实创建这个数据类型，那么它用的就是全局变量的同名的那个变量。如果在函数内部呢你真实创建了这个组合数据类型，那它就是局部变量了。关于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呢，请同学们做一些思考，掌握这些基本的其实也是很简单的规则，那么后边再写程序呢就不会出现错误了。下面我们讲解一下 lambda 函数。这个 lambda 函数是什么呢？很有意思， lambda 函数能够返回一个函数名作为结果。简单说 lambda 函数是一种匿名函数，也就是说我们在定义函数的时候一般都给函数一个名字，但是 lambda 函数不给函数名字，它的返回值就是函数的名字。
它使用 lambda 保留字来定义。lambda 函数呢，仅用于定义一种简单的、能够在一行内表达实现的一种函数。来，我们看一下它是怎么定义的。它的使用方法很简单，使用 lambda 函数，就是用 lambda 保留字加上参数，给出冒号，给出一个表达式，它返回的结果呢，可以赋值为函数名字。它是一种函数的紧凑表达形式，而且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函数的紧凑表达形式。它等价于我们用 def 和 return 定义的函数，所不同的是它后边的内容只能使用表达式而不能使用函数体。我们看一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定义这样一个 lambda 函数 f 等于 lambda x 逗号 y 冒号 x 加 y， 我们就看这行代码。 lambda 是个保留字，表示定义 lambda 函数， x 逗号 y 表示这个函数呢有两个参数 x 和 y，它们的运算是进行的是冒号后面的 x 加 y。 到这里你就知道，哦，原来我们定义了一个函数是 x 加 y， 它的名字是什么呢？没有，那个名字就是通过 lambda 函数定义之后赋值给的那个变量。哎，所以这个名字就是 f。 那么第一行代码表示的是我们定义了一个函数 f， 它有两个参数 x y， 它运算的内容就是 x 加 y，所以我们可以用 f 十逗号十五来对十跟十五做加法运算。当然 lambda 函数呢也可以接收那种没有参数的函数，那就很简单了，比如说还是 f， 它等于 lambda， 因为没有参数呢你就直接加冒号，然后后边是一个表达式。那么这行代码表达是我们生成了一个函数 f， 这个 f 呢你只要调用它，它就会产生一个结果，就是一段字符串，这就是 lambda 函数。为什么 Python 设计 lambda 函数呢？哎，这里边呢关于 lambda 函数的应用老师要多说两句。一般在我们编写代码的时候去定义函数，哪怕这个函数只有一行，我们也建议使用 def 和 return 这种方式来定义，要谨慎使用 lambda 函数。也就是说 lambda 函数并不是定义函数的常用形式，它的存在主要是用作一些特定的函数或方法的参数。有一些非常复杂的函数，它的某一个参数就是一个函数，作为一个参数来使用，这种情况下我们使用 lambda 函数。当然后面我们会有实际的例子讲解 lambda 函数的使用，但是这里边请同学记住， lambda 函数只是一些特殊情况来使用的。另外 lambda 函数呢有一些固定的使用方式，我们建议大家逐渐掌握就行了。一般情况下再多说一句，建议使用 def 定义普通函数，不要使用 lambda 函数这种形式，除非呢你知道它的固定搭配或者固定使用。下面我们对这个单元的内容做一个小结。在函数的定义与使用单元，我们讲解了使用保留字 def 来定义函数，使用保留字 lambda 来定义匿名函数，讲解了可选参数，还记得可选参数呢要在 B 选参数的后面，并且可选参数在定义的时候要赋予初值，讲解了可变参数，可变参数使用星 B 来表达用户输予的多个参数，另外讲解了除了默认的位子参数传递之外的名称的参数传递，讲解了保留字 return 的使用方法，包括用 return 返回零个或多个甚至任意个结果的方式，讲解了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使用保留字 global 在函数内部声明全局变量，并且讲解了 global 这种全局变量和一些局部变量的潜在的隐式的使用规则，尤其是对于基本数据类型和组合数据类型的不同的使用方式。应该说对于函数的定义和使用，所有内容都在这里了。这里边的信息量稍微有点大，但是只要理解这些，对于我们编写 Python 的函数就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